他证明任意鸡翅多项式，哦，就是说他的那个次数哈，是等于二 n 等于减一的时候，都存在一个十根，就一定哦，在负穷大跟正负穷大之间哦，找到一个 c 十的 mc 等于。好，那如果它是奇数式的话，那么 limit 哈 ，n 趋近于呢无穷大哈 ，f(x) 哈，这会等于呢正无穷大。好，那 limit 哈 ，n 趋近于呢负无穷大的话，这个会等于呢负无穷大。所以就是说一层哈，就 limit 哈，就是说。fx 啦哈，乘以呢 f 哈，这多少呢？这个是，就把它带无穷大，无穷大哈，这是小零的，所以哈，存在呢这个 c 属于哈，负无穷大跟那个正无穷大之间的，它死的时候呢 ，fc 等于，哦，这由康跟定理。我看看电影。